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琪啊。最近呢，大家问我比较多的就是冷白皮怎么样去保护皮肤。那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科颜氏安白瓶，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去露大团棕，然后去沙漠，然后可能就会晒黑一点。然后呢，但这个产品呢，我用完了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，我觉得稍微白回来了很多。然后它呢，就是它的成分非常天然。然后大家我涂在手上试一下，反正我用完的感受就是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吸收非常好。然后虽然它是一个美白精华，但是它的保湿非常强。因为我是就是疤痕体质嘛，所以有的时候长痘痘了之后呢，它不会立马的消除，所以是有痘印在上面的。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我会发现就是它痘印也会消得比较多。对，所以它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比较天然，所以早晚都可以使用。用这款精华的同时，也可以啊注重皮肤，然后注意防晒。希望我今天的推荐呢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拜拜。